再给你们一次生还的机会，杀了他。杀了他，你们就可以走了。来呀！这个世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你终于明白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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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，你干嘛打我？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大家到底谁打你啊？谁呀？我师傅，文天，过来。这下打得太重了，疼半天了，这。你干嘛要这样啊？哎呦，这是谁呀？这是不分青红皂白，乱打一通啊！下劲儿，我哪知道啊？这看到师妹和你被人欺负被打，我就出手了。这些是华山兄弟呀、啊，他们和我打是和我切磋武艺。你乱出什么手啊？对啊，就是在切磋武艺，干嘛？还不向师叔赔礼道歉？各位兄弟，刚才问天出手重了点，各位多多包涵啊。没事没事，各位兄弟得罪了啊，改日再登门讨教，告辞。得罪了啊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啊，后会有期，再去讨教，后会有期，再见。你真是江山一改，本性难移。去，到祖师爷面前罚跪去。连这也要罚呀？你在这江山一改，本什么？本性难移，本性难移。那你把这缸酒喝完算是便宜你了。
师傅，这一大缸都喝完啊？众人皆醉，我独独醒。站好了！你爹平时教你师兄练功都是这个样子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可是这样喝会喝死人的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得。不会的。嘘，小声点，不要吵，被我爹听到我会挨骂的。不，你试着想象，你整个人都浸在酒池当中。哎，师傅，您别晃来晃去的。你不要晃啊，你要站稳了马步。呀，不要看了，走吧，有什么好看的，走。你不要晃啊。哎，你要晃，我有晃。您晃来晃去我就会晃。你不要晃，是你晃。哎，怎么喝啊？还是米酒喝起来最顺口。从小到大，从没见过你这么烦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大家都说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但是他们哪里知道，人在豪门更加身不由己。嫁给他吧，嫁给他你会享清福的。不是啊，师父没办法帮你，我只能告诉你，自己的命运只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千万不能被别人所左右。你不打，不该打的时候你乱打，去罚跪去。
师兄。爹，师兄又怎么了嘛？哎呀，你看他乱打。